的一些同事，他们也是属于建筑方面的，然后他们其实也有我们这一块的一个工作，但是这种项目组的话，就是很多是我们通过他的名义去借去挂靠的，对，因为我们现在公司里面还不是那么，甚至我们资质啊，这个都还没有，就是你在申请嘛，也快要下来了，然后但是现在暂时接的项目，其实有些一些大项目都是挂靠在他们那个公司，所以我的上次送资料过去啊，对他们那个对接一个资料员。那个你看他形象比我大个六七岁吧，感觉男的还是可以，蛮有点蛮可爱的。但是那时候我送过去已经七点嘛，人家全都下班就等着我就去盖章了嘛，然后他一接电话，我一接电话他暴脾气，然后我肯定不会像以前那样畏畏缩缩怎么样，我就一听人家电话，一下就是一个暴脾气的姑娘，不能怎么知道我暴脾气的，反正穿成盖章那么开始，我就想吓死了。喝到天花乱坠，走到他感觉就是他没有那种脾气的，都不会因为他哦下班了之类，然后感觉很想跟我聊一下，然后我说我答应你，你男朋友估计在骂我，谁把你留公司的怎样，然后就转头跟他笑，然后他我他还跟我说一件事，他说那像你们那个项目，我估计你应该存不到那个什么转账，然后因为看你们。顺利转正的话，你请我吃个饭。然后如果我转正不了的话，我请你吃个饭。然后点头，他说我们好，三个月后见。然后我弟就刚去的时候，就公司办公环境好好。然后他我用，因为他跟我接触久，一回嘛，他也知道我怎样，我是怎样的。然后是这样。然后我请你拿回这边。然后我就不了，我才刚出来而已。然后我说你这边应该没有，我这个工作嘛，他说有的。然后我后来也去找也确实有。然后你等到不是机会去。